神父。大家好。好。我有两个感触，第一个是感动。我很感动的是，特别是所有的孩子们这么勇敢的上台，那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有演讲的这个机会。可是我从来没讲过圣经故事，我是到当神父之后才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天主圣言，所以我觉得你们真的很棒，这是第一个感动。那再来就是，我也在过程当中问了一些小朋友说，你们花多长的时间去准备？有的说花了很长的时间，有的说两个礼拜，我觉得都很厉害，就是时间、精神，还有跟家人的这个一起的一个 teamwork，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让我很感动的地方。那让我很讶异，另外一个地方是让我觉得很讶异，是他不但大部分的青年人孩子们不但只是说故事，而且还说唱俱佳，还有阿巴老闽南语，还有英语，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各种才艺都展现出来。那我想啊，圣经协会是不是以后可以与一个家庭的讲故事比赛、讲圣经故事比赛，不是只有小孩，这是只是一个。那我是家长，他不敢上台。我相信他们很想上台，给他们这个平台上台。家长是道具就对了。是，所以很感动，也很压抑。然后希望天主能够借这个活动，让更多的孩子跟家人能够跟天主圣母有更直接的接触。谢谢大家。谢谢。